一的时候往上的时候，我们的掌心要朝上。一整套的运动流程，从暖身、主力训练到缓和运动，帮助长者训练上下肢与全身肌力。中正健康服务中心去年推出宅在家不能不动系列影片，深受好评。今年加码进阶版，推出居家主力训练篇，鼓励乐龄长者在家运动。那这个训练篇大概是有6支的影片，那我们从7月30号开始，每周会上片一支，会上片一支。那同时呢，为了鼓励我们这些乐龄者或者是长者能够在家运动，我们也搭配我们一个有理症状的一个活动。我们在影片推出的期间我们的长者、我们的乐龄者在家配合的这些运动然后在家规律的运动，然后只要提供这个6张每一集的这个同框的这个影片照片，到我们健康服务中心可以换取这个券的。根据体育署调查显示，疫情期间有30%民众运动习惯改变，包括运动次数和时间减少、运动地点改变。然而借由适当的营养及适度的身体活动，就可以改善肌少症对长者造成的不良影响。就是说肌少症，就是很简单的讲，就是我们在骨骼肌的质量减少、肌力下降，那导致生活活动的一个下降，那进而呢就会影响到，就可能会影响到日常的生活活动，那也可能会导致跌倒的几率增加，进而可能会影响到一些人认知的功能。当然就是说如果持续的运动这个部分呢，它也会影响到我们这些的运动功能。民众只要拍下与影片同框的运动照片，回传至中正区健康服务中心官方 LINE@ 就可以到中心兑换100元的礼券，邀请民众一起运动赚健康、赚好康。记者林习慧台北报道。